这一看蛋仔岛的白天非常的繁华，我们的蛋子可以在蛋仔岛自由的玩耍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蛋仔岛就是一个陆地，错，其实蛋仔岛它是一个悬空小岛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蛋仔岛非常的好玩，如果你也喜欢在蛋仔岛中玩耍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蛋仔岛它不光有繁华的街区，它还有禁地，禁地我们的蛋子是进不去的，它由红栅栏围着，并且我开上了黄金战车都不能把禁地的围栏给它撞掉。但是到夜晚禁地非常的奇怪，居然每家每户都亮起了灯光，还有一只章鱼正在学习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红章鱼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Later. 那么如此神秘的蛋仔岛，它真的是在陆地上吗？我和学姐发现不是的，今天我们发现其实蛋仔岛它的下方就是天空，并且我和学姐此时环绕了一周，我们发现周围全部都是云朵，很显然我们的蛋仔岛就在天空中，它是一座天空之城，所以说我们蛋子踩在脚底下的蛋仔岛它是一个悬空小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